Many will remember the story about Ah Seng and his grandfather, Ah Gong, told by former Member of Parliament, Lee Bee Wah. However, she did not complete the story. Today, I will share one more episode with all of you. Sir, Mandarin, please. Ah Seng Yu Ah Gong de Gu Shi, Xi Ji. Ah Seng de Fu Mu, Zai Ta Hen Xiao de Shi Ho, Ji Guo Shi Le. Si Ah Gong Ba Ta Dai Da. Dan Ah Seng Bu Shi Yi Ge, Zi Hui Xiang Ah Gong Shen Shou Yao Qian de Xi Gui Jia, Ye Bu Shi Bai Jia Zi. Ah Seng Ta Ru Se Hui Gong Zuo Zi Hou, 就一直把大部分的薪水交给了阿公，帮忙补贴家用。阿成结婚有了孩子后，自己家的开销迅速增加，但阿公还是一直要求阿成给他多一点家用。阿公说，他需要更多的钱，因为阿妈 要看病，还是祖屋要维修，总是有他的理由。所以一直以来，阿成的负担很重，他没有多少现金储蓄。如果家里真的是钱不够用，阿公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 但随着阿成懂事后，他发现以阿公为一家之主的大家庭的家境其实很不错，祖先留下不少的家产。但是阿公一直没有给阿成披露这个事实，反而有意严加保密。 一直以来，自力更生意识很强的阿成，也没有把祖产放在心上。以前阿公要阿成出钱购买分配给阿成的一间祖屋，阿成也没有怨言。那时候，阿公只帮助阿成支付一小部分首期。 其余的钱，阿成是从银行借来，然后支付给阿公的。之后，阿公又把从阿成那边收来的卖房子的钱拿去投资。但是，阿成步入中年之后，事业开始不顺，收入不稳定。 而且，去年物价开始攀升，阿成被生活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在今年年头，阿公竟然还要求阿成再次增加家用，这令阿成很委屈。 并且开始对阿公有点反感，而且每次有家族成员质问阿公关于祖产的问题时，阿公都会大发雷霆，骂他们是败家子，还拿出家法警告他们不要乱说。其实阿成也赞同 为后代的子孙留下更多的资产，但解决当代人的生活困境，应该是当务之急。新加坡同胞们，你赞成故事里的阿公的做法吗？如果你是阿成，你会答应阿公增加家用的 要求吗？世事
难分对错，共道自在人心. Mr. Speaker, sir, PSP do not support the bill. Thank you.